我的地段，所有的行为，也希望借助我们的在我们的三十个大伙都听见吧，欢迎再欢迎。为中年广于四十城，不可东不可正神，去年国王不可的春晚，我们在中期盛夏，我们的委员温不才，风光不才，在你出来去不再参加，这些人你不会不会欢迎。好的，欢迎云林口湖富安宫，我们的五年千岁呢，正驾云林口湖。元帅，我们
最了后的庆祝，大家一路飘飘来到分享点赞，非常欢迎恁的莅临。欢迎咱陈俊阳啊，咱的妈祖娘娘。空中哦，好迎迎盛大莅临分享纪念馆，由咱永驻林义斌、林永驻最了后，咱的国庆祝，大家一路平安吉祥，健康快乐。恭迎鹤鸣山塔天宫玄天上帝盛大莅临佛陀纪念馆，由王冠义主委呢率领所有信众回到佛陀纪念馆，欢迎大家。我们恭迎千景福万圣帝君圣驾莅临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由我们刘茂祥主委率领护法祈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也恭迎我们凤山龙安宫广泽诸王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王雪芬公主呢带领我们的信众回到佛陀纪念馆，大家一路平安，一路吉祥，欢迎欢迎。好，我们的清水岩呢，我们来了非常多神像的信众护法信徒，气势磅礴，大家一路平安，一路吉祥。来恭迎我到文天边关圣帝君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咱叶会组长天风率领护法信徒，祝大家一路平安，一路平安，感谢大家。龙安宫我们所有的护法信众，大家一路平安，一路吉祥，欢迎大家。再欢迎台南百大百大寮朱延忠。一户千岁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咱主办委员苏进辉所主委率领我们信徒欢迎您，感谢您。我们也恭迎福州福隆宫三山国王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吕建宏主委率领我们的神像信众来到佛陀纪念馆，大家一路平安，一路吉祥。欢迎福州各位，欢迎福州信徒来台大哦。有咱观世音林清斋三殿佛观信徒，大家一路平安，一路吉祥。来欢迎大家，三龙爷，欢迎欢迎欢迎！也有我们成功大学师姐，我们的汪元和师兄师姐一起来护法，欢迎大家。李董事呢，率领我们的所有信众回到佛陀纪念馆。永远的好成功，现在已经成功在我们的两关，欢迎大家。好，我们恭喜率领护法信徒，非常欢迎您。新南爷太子爷共修会，这是参加纪念神明给予一位最特别的一顶紫扎神将，由中坛元帅率领坐于轿中，神将威风凛凛，乃代表先。好，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陈宗吉主委呢带领我们所有的信众来到我们的佛陀纪念馆，恭迎妹妹，妹妹结婚呢，圣驾莅临，福德庆旺。来恭迎妈牛小年兄，也恭喜这位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愿诸位福德庆旺，福德庆旺，有诸位善良伙伴信徒，大家一路健康，一路平安，祝福大家。欢迎来到观世音尊，与我们天神尊呢，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大家祝平安，祝吉祥。我们恭迎摄政年黄大仙慈智通杨树敬正真人，由我们监院李耀辉率领护法信徒莅临佛光山佛陀纪念馆，非常欢迎您。那么由我们的佛堂中，他们显龙牙县长莅临佛山佛的纪念馆，由我们田秀福主委率领我们所有的水乡信众来到佛的纪念馆，来，你都平安，你们都来平安幸福。我们也恭迎也土曹洞宫天上圣母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他们是由圣驾莅临佛山的纪念馆，大家一起好，由我们的民俗民俗主委率领所有的信众，还有我们的大观的师姐呢，还有我们的所有。
黄大仙香火鼎盛的色色爷黄大仙祠，香港黄大仙现属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球首批获颁授认证的大专管理团体。我们也恭喜高雄东照山观世音五虎观世君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我们的吴敬才主委。
在地之殿，神天上帝，由咱主殿委员杨文条主委的率领下欢庆咯，祝福大家平安吉祥，欢迎大家。我们也恭迎凤山文衡殿关圣帝君，我们的关圣帝君献感于我们三国的月亮观，给我们的前进号董事长呢，率领所有的护法信众来给他天佑，来到安内古的月亮观，欢迎大家一起到。我们恭迎高义东御殿观世音菩萨圣像莅临活动纪念馆，由我们主任委员柯祥仁主委率领护法信徒，我们欢迎大家的莅临。这就是我公主带领我们的信众回到佛陀纪念馆。
接触，甚至还可以投的纪念馆。我们父子完美配对，不玩制服，我们欢迎您的莅临，谢谢大家。欢迎高雄人武古光号运，南无观音菩萨，马家祠国家纪念馆。由杨世昌常务监察委员率领我们所有的神乡信众呢，来到佛陀纪念馆。妙云峰呢是台湾，板桥妙云峰呢在台湾是非常有历史典故，可以查证的王禅老祖的开基祖庙。再一次欢迎大家，大家一路平安，一路吉祥。我们恭迎天宝殿南门佛陀纪念馆有我们的委员曾任上委员呢，率领我们的水乡信众请回来到佛陀纪念馆，恭迎中福宫土地公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有陈金宝来率领我们所有水乡信众回来到佛陀纪念馆。
这里不凡幸福，感谢大家的莅临，欢迎大家。我们恭迎中央八卦台福德祠福德正神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王美丽主持呢，来到佛陀纪念馆，带领我们所有的护法信众，回来到佛陀纪念馆，大家一路平安，一路吉祥。我们恭迎云香宝殿五龙宫玉皇上帝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我们主任为。
主委率领我们所有的信众回到佛陀纪念馆，欢迎主委呢率领着我们的护法信众来到佛陀纪念馆，大家一路平安。五甲龙城宫创始于乾隆年间，当时主以草莓以供祭拜，至光绪十二年重修草坛，供奉天上圣母、千岁祖师、代古元帅，故称称三晋主，至民国十七年。我们也恭迎青海宫天上圣母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我们祝您安一路幸福。五甲龙城宫十七年，集资建庙，历经多次扩建，至民国七十二年筹组重建委员会，历经十次的建设，至民国八十二年全部完成。主委率领我们所有的信众回到佛陀纪念馆，大家一路平安，一路幸福。我们也恭迎斗六玉星宫玄天上帝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黄顺昌主委来率领我们所有的随乡信众回来佛陀纪念馆，欢迎大家。我们恭迎新营男子五贤宫文恒圣地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主任委员王信雄主委率领护法信徒，感谢大家的莅临，欢迎大家。我们恭迎新窝太子宫三太子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红脚云公主率领我们随乡信众来到佛陀纪念馆，大家一路平安，一路吉祥。恭迎新屋后庄三元宫三官大帝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我们的江里教总干事呢率领我们信徒回到佛陀纪念馆，欢迎大家，祈祷平安。我们恭迎妇幼医院佛堂释迦牟尼佛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我们林慧红主持率领护法信徒，欢迎大家。恭迎主委巩义东范府千岁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谢谢大家。恭迎永兴宫财神爷庙五财神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是我们福气，也是我们财宝。我们也欢迎由林倩仁主委率领所有的随乡信众呢来到佛陀纪念馆，欢迎欢迎。我们恭迎善化庆安宫天上圣母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主任委员张志胜主委率领护法信徒，祝大家一路平安吉祥。恭迎大树慈后宫天上圣母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我们的天上圣母呢，也就是我们一般称的马妈妈，然后现在呢，也来到我们的万人跳唱台，我们恭迎我们马妈妈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我们恭迎寻化堂观音佛祖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堂主王茂生率领护法信徒。龙山公庙，我们分别供奉关圣帝君以及镇主公十二将军，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六日呢，是十二将军节的圣诞千秋。清德寺呢，会以佛教的仪式为十二将军祝寿，由法师带领信徒在将军的神像前呢诵经祈福，参加的信徒呢有达上千位，是佛道融合的最佳典范。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的龙山公，由我们的陈宝忠主委率领我们所有的神像信众，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教班兄弟，还有我们的神像呢，也现在也莅临到我们的万人照相台呢，非常欢迎大家，一路平安，一路吉祥。我们恭迎屏东市拜天宫五福千岁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主任委员陈邦彦主委率领护法信徒，欢迎您。五级弟子宫准提佛母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公主陈淑静率领护法信徒，欢迎您的莅临。我们恭迎东港慈凤宫观音佛祖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李丽香公主率领护法信徒，祝大家上天无极子修寺观音佛祖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住持张云平率
一路来幸福，我们在此恭迎圣驾，恭迎南投福圣宫花圃娘娘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威风凛凛的神像呢，在前道开幕。我们恭迎嘉义市杨天武北极玄天上帝，由戴俊斌主持这一路来幸福，我们在此恭迎圣驾。Yeah.
算是不完全的，本是半个世纪。我们可以恭迎新北市财团法人先社工神农大地圣甲地佛陀纪念馆，有请先农董事长率领我们的慈善机构来到佛陀纪念馆，欢迎大家。大家祝您爱与吉祥，早日恢复来乐吧。
欢迎由刘心中主委率领所有的学生听众来到我们的纪念馆，欢迎。
公民，公民嘉义仁义涵玄武宫，北极玄天上帝圣驾临云佛乐纪念馆，由道生大法师赠礼，护法祈福，感谢大家的莅临。公民云山天龙宫天上圣母，圣驾临云佛陀纪念馆，由叶兆仁主委率领我们所有的信众回到佛陀纪念馆。我们也恭迎台中市元帅形象会莲花派的大言大元帅圣驾临云佛陀纪念馆。财团法人大寮赤坎福德爷庙福德正神圣驾临云佛陀纪念馆，由佛陀市长黄永文率领我们所有的护法祈福，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吉祥。恭迎江西德阳宫中坛元帅圣驾临云佛陀纪念馆，由我们何礼坛主委率领所有的信众来到佛陀纪念馆，欢迎。高雄市大寮区赤坎保安宫改成宫县寮里的佛陀纪念馆，有人朱林帝王无烟魔朱意善良的口汉信徒长官系列的体会，感谢你。恭迎上玄宫，恭迎上玄宫诸葛武侯孔明先师圣驾临云佛陀纪念馆，由公主行书生率领我们的护法信徒，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现在让我们眼前也有虎门中学的吴永顿呢，还有九州中信阳明的护法。佛陀纪念馆由主任委员吴文辉率领我们的护法信徒，祝大家平安吉祥，诸事圆满。恭迎喜云宫关圣帝君圣驾临云佛陀纪念馆，由洪清祥主委率领所有的信众回到佛陀纪念馆，大家一路吉祥平安，诸事如意。那恭迎妙仙信徒，妙仙观世音菩萨圣驾临云佛陀纪念馆，有人来帮助圣雄灵，帮助圣灵来伙伴信徒，祝福大家平安吉祥。恭迎恭维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圣驾临云佛陀纪念馆，有人金顺殿帮助圣灵来伙伴信徒，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也恭迎启明宫的关圣帝君圣驾临云佛陀纪念馆，我们全家所有的老师兄师姐大家一路平安一路吉祥。我们也欢迎洪清祥主委呢率领我们所有的全家信众一路来到佛陀纪念馆，欢迎大家。那欢迎方寮叶天雕天雄信六妈祖谢大帝君佛陀纪念馆，有人中饭属萧敬武率领咱的佛法信徒，欢迎大家。恭迎财团法人桃园市南天堂玉京圣殿有温泉里有温泉里娘娘圣驾临云佛陀纪念馆，由我们吴云坤董事长率领所有的信众回到佛陀纪念馆，大家一路平安一路吉祥。谢谢。我们也恭迎江里江子尧与安公观音佛祖圣驾临云佛陀纪念馆，由吴佩金主委呢率领。来参加世界新年的聚会，感谢大家。
最高，低户潜水，现然也可能两罐。有人在东住三关山，东住对面那个五块钱多。其中的参加今天你会非常感谢。我们这一次呢，在竹子天天宫是由董事长黄清源带领我们所有的学乡信徒呢，以及我们的教班朋友一起回来到佛陀纪念馆。嘉义竹子天天宫为渊源非常古老的妈祖庙，已经有330多年的历史了，是明朝郑成功时期呢就已经保有开始保有的文化遗产。天天宫的前身为祖父宫，是台湾重要的妈祖信徒朝圣之地。在2016年还有参与义和天后之战的拍摄，所以呢，这是个非常有文化保留，而且呢非常有艺术价值的一座宫殿。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去嘉义呢，也可以去看看奉天宫一样崇拜的方法。好，我们恭迎板桥参圣宫参天圣地。盛世亮玉林佛陀纪念馆由我们主任委员黎义杰主任委员，以我们所有的护法信徒莅临佛陀纪念馆，恭迎板桥护法福德宫观音佛祖。盛世亮玉林佛陀纪念馆由许志宇主委带领我们所有的护法信徒、学乡信徒呢来到佛陀纪念馆，欢迎大家。佛陀纪念馆由黄冠霖董事长带领我们所有的学乡信众回来。三九年天牛宫八周年牛，现感于佛陀纪念馆有人恭祝您李嘉玲，李嘉玲恭。梅州天上圣母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恭迎竹南圣母宫梅州天上圣母现感于佛陀纪念馆，我们也恭迎佛奉苗裔太子会三太子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恭迎龙武堂关圣帝君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堂主林明秋率领护法信徒欢迎您的到来。我们恭迎苗栗同心堂中坛元帅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恭迎竹南龙渡渔港南宫梅州天上圣母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我们也恭迎佛奉罗刹土中坛元帅圣驾莅临。恭迎台北南港九天玄女娘娘宫九天玄女娘娘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公主雀里阿美率领护法信徒欢迎您的莅临。恭迎公园万年宫薛武王爷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朱光潜主委率领学乡信众来到我们佛陀纪念馆，欢迎大家。欢迎高雄玄天宫北极玄天上帝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大总理拜访一遍，率领护法信徒欢迎您。欢迎沙鹿德明宫福德正神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王世雄主委欢迎您的莅临。欢迎苗栗嘉兴圣嘉盛兴旺堂北极玄天上帝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戴云木堂主带领随乡信众前来到佛陀纪念馆，欢迎。我们恭迎无极天子天子宫北极有人恭祝黎明飞在那里的火花线头非常。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主任委员萧凯仁萧主委率领所有护法信徒欢迎您，祝福您平安吉祥。谢谢您，在这里作为护法信徒，用我们的一双眼睛，用我们的一双眼睛，用鸟歌欢迎我做现代的灵魂的力量观，原来朱鼎威文会清洗一点臭味我放弃早就我感觉平安揭晓。我们要跟大家打人打字还是我们台湾是怎么想跟你玩预防可以剩下一点的力量观，有许多的手机打在我们的一次都不让我我们的王宫圣
心，赞美我们所有的父母幸福，祝大家平安吉祥。纪念馆由主任委员林玉生以及所有的护法信徒欢迎莅临佛陀纪念馆。我们也恭迎公园慈济宫天上圣母圣家莅临佛陀纪念馆，由郑文清主委率领的学家信众来佛陀纪念馆。我们也恭迎苗栗县国分寺永贞宫天上圣母圣家莅临佛陀纪念馆，由张淑芬主委呢率领的信众回来，大家又平安又吉祥。恭迎崇新宫中坛元帅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主任委员谢财山以及所有护法信徒共同莅临佛陀纪念馆，欢迎大家。我们也恭迎甘肃宫天上圣信徒共同莅临佛陀纪念馆参加神明联谊会。我们恭迎台南法人中立三教礼仪宫宽顺帝君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陈宏仁理事长率领所有的信众来到佛陀纪念馆，欢迎大家。我们也恭迎我们草屯镇永德宫普信将军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李传熙主委率领大家前来到佛陀纪念馆，欢迎大家。好，大会报告，大会报告，请所有的宫庙代表、各家宫庙派两位代表进入本馆的大礼堂，请服务人员协助把两位宫庙代表进入大礼堂，谢谢。我们恭迎中石卧龙岗石王会馆石鼓王爷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我们的林再生会长率领我们所有的信众回到佛陀纪念馆。各宫庙代表，请派两位代表呢，赶快进到大礼堂。我们也请各宫庙呢，派两位代表进到大礼堂。我们大礼堂的活动即将要开始了，我们也请各宫庙的代表呢，派两位代表进到大礼堂。谢谢您。我们恭迎台北关圣宫观音大士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信徒参与这次的盛会，欢迎大家。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江平吴主委率领我们所有的信众来到佛陀纪念馆，率领所有护法信徒共同参与，感谢您。我恭迎佛信三清宫太上道祖，由毛正宇刘主委率领的所有信众来到我们的佛陀纪念馆。恭迎新集庄龙安宫武安佛祖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主任委员李三雄率领所有护法信徒共同参与盛会，祝您一路平安吉祥。也恭迎慈济宫慈济堂观世音菩萨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开基百堂主率领所有的护法大众们来到佛陀纪念馆。恭迎慈观大一次保安宫代天府代天巡抚康普千岁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黄一中会长率领护法信徒恭迎普品东寺寮通心宫杨普太师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主任委员黄志摩率领护法信徒感谢您。恭迎苗栗国分寺玉屏宫四王爷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中山群主委率领我们所有的信众来到佛陀纪念馆。恭迎台中市大安区南势坑七人宫雪天上帝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我们陈清新主委率领。欢迎台长，自己录节目。南仁庄乡狮头山进化堂关圣帝君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黄景元董事长率领我们所有的信众来到佛陀纪念馆，欢迎再欢迎，非常感谢大家的莅临。恭迎我们中华宫中华地区故宫师傅信徒欢迎您的莅临。我
用衣服比较勤洗，黄的有勤洗的会吗？有几个基础概念啊？是这样，一国的纪念馆，有时候属于公主率领学生心中来到国纪念馆，欢迎。三圣。
欣赏顶头的演出，哦，即摆顶头的。